今年我们能帮助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，在此邀请您一同延续康桥国际学校重视学子付出行动，让学生保有此学习良机。在此，康桥国际学校同学用音乐来为我们捐募，拜拜。我们是那个七年级的学长姐哈，帮我们做演奏。那现在我们是五年级的学弟妹，然后再帮我们大家做另外一场的那个演奏。
Thank you.
间断了。